这四个礼拜的装备了。第一个，来吧，屠龙剑啊，这个算是好东西，可是我有了、啊。四小时十二体，八小时九十六体，所以下线前还可以有二十四体。我每次放假，我起床绝对会落在九到十一点。重点是礼拜二有放假，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礼拜几放假。可恶，现在是屠龙剑，再来，碎心。好装不嫌少，见证拉格出来的时机。搞毛啊，碎心。第三个，拼啊！屠龙给谁用好？猎鹰啊，还是没出啊？还是没屠龙？不知道，我现在屠龙都没给变，没有练过。表情符号摆臭脸，没有练过半只屠龙。哎，次元。资源不错哎、欸，算不是我最想要，可是资源就一个完缺。好了，一样抽一个饰品跟十个随机啊，看这个月的运气怎么样。对，先抽四批，等一下吧，行不行？来吧，巨人腰带，加油！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心中实在是无比的干，这样。表情符号惊讶，靠背，真是。无奈到一个垃圾中的垃圾，无奈到一个极致，好不好？哈哈，去充当分母了 FC， 我拿到屠龙，哈哈，大胸，好衰，不错，用 FC。哦，无奈到一个极致，非洲到一个。抽到光之面纱，可是我想要屠龙，我有七个了。孤星表情符号无奈，非洲到一个极点，非洲到不行。十月第一天就这么悲。没关系，三百度起来、我拿到审判，一百花了、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啊，飞到一个不行。每次抽不是腰带就是圣骨，草泥马刚刚狂奔而过。好吧，再来随机，看随机怎么样。第一个，十抽欧起来，体积太来，哨兵挥击呀。第二个。我拿神行缺，密文石板，密文石板还可以，因为比较少见。第三个，增速靴，一直不出位。第四个，水晶脚链。第五个了，神情不错，坦都能用，有就好了。第五个，干护腿，一直不出位，就感觉在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所大加油，审判枯死在角落。第六个，来吧，第二又是烧皮灰气，索尔又在吸飞气无言雅。第七个。出吧出吧出吧 ，Go！ 无勇魂章，死都不出是怎样？哦，第八个，我是出天使之羽，出吧！第八个还是不出，真数学没关系，今天 boss， 明天抽卡比较舒服。哦，第九个。出吧，第九个也是不出，无勇文章，第十个啦，十三个没出，莫容玉点了，感觉改难出了，出，
哇，第十个还没出，第十，零，第十个还没出，可恶！好，拼到出为止好了，跟他拼了。第十一个，抽到没点为，抽到出货没点为止。别再抽了，GG。我现在很怕抽三百，已经30.40抽都没抽到了。管他，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。十一个，我都看到无言了。十一个也没出啊。十二个，毒啦！啊，十二个也没出。是真的有那么费抽吗？十三个，拼！我靠，真的死不出哎，锁死了怎样？头铁了，心平气和。第十三个都没出怎么样？我想十三个总该出了吧？我记得我也有两个月多这种随机的都没 SSR 了。刚刚的巨人腰带就是暗示你现在很非洲，可恶，表情符号最后一个，海底捞月 XD， 跟我一样，你要唱无言的结局，这下飞本了，给我最后拼了，他要买袜子就是不给你，索大冷静点，我很怕你退坑，海底捞月，我强烈怀疑被锁绑，还是没出，十四个都没出。抽到第十四个都没出，真是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了。是非洲的我路过，不会吗？这个还好，放游戏王 BGM 再抽，拍拍。十四个随机视频没出半个。飞豹，非洲大地索尔，被锁。